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，当时为德国队头球的轰炸，那届世界杯诞生了克洛泽。沙特队这批队员在赛前其实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，但是没办法，这是他们的短板，一直背在身上的压力。因为罗斯呢是本届东道主。中国队加油！中国队加油！中国队加油！加油！又啷个？没得中国队。那没得中国队啊？不整那个，那我不整那个啊，俄罗斯啊，看俄罗斯又不远了，你们请看一辆就过去了，车费都不要他们出，肯定是我们国家自己出了。不是这个不是合理问题，国际足联不整，被选伤了，太屁了。不是有姚明呢，姚明行呢？姚明再行，他是打篮球的呢。你。因为我们中国足球到底实力强哪样？强给你形容的。这就好比巴西、德国，哎，这个啤酒呢，就好比西班牙、葡萄牙。给我们中国队呢？我们中国足球队那是谁呀？